伤。他从上面摔下来的，我是天哪！我再看一看。意外摔下来的。绝不是我推的。他是哪人？多少岁？他是天津人。刚才我都写好了，我是北京人。哦，多少岁？他父亲这就到。哪就到？他多大了？25。二十五。姓什么？叫二奶。姓张，30磊，张磊。好。我叫李欧。他做什么工作呢？我们两个是演员。德云社。德云社的演员。2016年，张云雷从南京10多米高的站台上意外坠落，当场奄奄一息，昏迷不醒。而张云雷的这一跳直接要了他半条命。你的肋条，左肋条折了9根，折了之后把肺划破了，切了一块肺。你的左胳膊粉碎性骨折，胯骨摔断了，骨盆摔断了，我的右脚的脚后跟摔爆了。实际上除了有许多部位面积骨折外，张云雷的膈肌也被撞破，肠子和胃也都跑到了胸腔里面，甚至连呼吸都是困难的。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医生们都纷纷表示无力回天。但是在开胸的时候已经宣布我死亡了。但奇迹就是发生在了张云雷身上。张云雷从高台坠落时，好在他的身体是垂直向下，没有伤及到大脑，因此也让医生们有了抢救的希望。那个主任，孩子刚这么小，再试最后一次，不行的话你再把家属叫进来，再签字，再宣布死亡，再试试吧。于是我活了。结果医生拼尽全力试了最后一次，将张云雷错移的五脏六腑全部复原。就这样足足进行了8个小时的手术，主治医生换了3个，在这期间共收到30多张病危通知书。幸运的是张云雷最后被救了过来，就连医生也忍不住感叹张云雷命大。虽然张云雷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困难的开始。医生得知张云雷是一名相声演员后，便对他暗示说以后可以考虑转行做幕后工作。医生的这番话直接让张云雷五雷轰顶，他明白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永远都要告别所爱的相声行业。后来当师父郭德纲去看望他时，张云雷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但郭德纲仅说了一句话就让张云雷重拾了信心。他说你放心，他说你实在是站不起来，你瘫了，坐轮椅了，我教你说评书，你坐着我也上台。他说只要是就说有我在，就什么都就不叫事儿。可想而知郭德纲的这句话给了张云雷有大的鼓励。实际上郭德纲为他所做的何止这些，当时张云雷被紧急送往医院时，师父郭德纲和师娘王慧立马就赶到了医院，还拿出300万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活张云雷。虽然张云雷这次被救了下来，但脚伤却十分严重，他的整条右腿粉碎性骨折，甚至拍片都看不到他的脚后跟，因此医生只能一块块的再把他腿在拼接上。郭德纲见状还对张云雷说，只要你能跨过这道坎，以后一定有后福。2016年出院十几天的张云雷，在搭档杨九郎的搀扶下，又再次站到了德云社相声舞台上。当张云雷走上台的那一刻，同门师兄弟都在为他鼓掌，就连台下粉丝们为了庆祝张云雷回家，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条横幅，上面赫然写着7个大字：张云雷欢迎回家。虽然这次张云雷站到了心想已久的舞台上，但他仍要面临很多手术。不过即便如此，张云雷也从未放弃对相声的热爱，他忍着疼痛一次又一次的打预制板，好在最后张云雷做到了，就像郭德纲对他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云雷火了，靠着一手探清水河收获了无数粉丝，为此郭德纲还专门发文表示行，张云雷算是红了。而这也恐怕是相声界仅有一次的场面，粉丝们挥着荧光棒形成一大片场，张云雷凭一己之力让年轻人爱上了京剧评书，还让相声行业更加年轻化。不过张云雷在享受这些的同时，也受到了质疑声，有人指责张云雷把相声开成了演唱会，甚至还说他就是想往娱乐圈发展。不仅如此，就连他的粉丝也跟着受到牵连，被有些人指责不尊重传统，也根本不懂什么是相声。只可惜这些有心人不知道张云雷从不会在表演相声和戏曲时亮起荧光棒，而且在表演时张云雷还会贴心提醒粉丝，有个别的还在打荧光棒，我因为我觉得京剧就不要打这个，请尊重国粹，谢谢。可见张云雷对传统京剧的热爱和尊重。不过张云雷除了弘扬传统文化外，同时也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要说张云雷在台上最生气一次，莫过于是维护师父郭德纲。莫怪我，见一个我拉黑一个，因为他是我师父，记住。张云雷在台上罕见失态，不为别的，因为有人伤害了他师父。2022年，一批以张云雷名义的营销号在网上辱骂郭德纲，纷纷指责郭德纲将张云雷当作摇钱树，有些话更加不堪入耳。张云雷得知后二话不说，就在社交平台上用毒唯粉回怼了他们，全篇每个字都在维护自己的师父，
甚至最后还告诉粉丝，如果再污蔑师傅郭德纲，自己只能拉黑他们。不仅如此，张云雷还在之后的演出上还公开对这件事表明了态度。相比之下，张云雷和德云社前弟子的做法，总能看出谁是真心对待德云社这个大家庭。而张云雷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他明白是谁给了自己吃饭的本领，是谁在自己遭遇重大变故时给了自己生存的勇气，告诉自己就算站不起来也要让你上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张云雷来说，他早已将郭德纲视为自己的父亲。正是郭德纲对张云雷的付出，所以张云雷才会打心里感恩郭德纲，维护郭德纲。这样尊重传统又感恩师父的张云雷，怎么能不受大家喜爱呢？